啊，伊都甲咱请甲郑义民，啊，咱稍等下，请咱即个行动的召集人，咱下回来为大家讲几句话，来。感谢嘉宾，感谢咱真侪迄个屏东的朋友来加入咱三里康宁群组，尤其拄只迄条歌，虽然真感动，迄条歌叫叫白回线嘛，是无？迄条歌就是在我临来时阵，沈阳唱片行做咧放这条歌，阿基有变成处理的，是甲伊歌甲禁掉，就是这条歌，阿基是一条真好听的歌，甲正义完全无关。啊，咱今仔日因为咱有一个朋友来吼，咱请咱的迄个发言人，郑丽君，小姐来甲咱出来讲一个，咱主要一百层的口音的作品。人民做主运动，两岸协议，人民做主，敬请全民共同来要求马总统。第一，依《公民投票法》第十七条所赋予的职权，就台湾公民是否同意本届政府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，和对岸签订经济合作或其他协议，一案举行公投，并以投票结果作为两岸会谈与协商的原则。第二，即刻要求行政院迅即向立法院提出公投法修正案，补正现行公投法之不合理条文，落实主权在民精神。好，感谢雷军，所以大家都非常了解咱这届的。